你来这里吃中华料理，那你来干嘛？换个位置，角度不好。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你有角度不好，看怎么拍啊？不是，我是要拍街，拍街上。但你也要在。好。哦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应该走在你前面的。七股警告他，还不是那意思的，简称排骨汤啊。他们的公车我们坐过了，计程车我们也坐过了，现在脚踏车我们也骑过了。现在在走路，我在韩国的街上，然后我们现在走路去吃晚餐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你要讲你待在那边吃过什么？